朱立伦、侯友宜、南投合体在地立委马文君联合竞总正式成立，全力守住马文君这一席。拜托各位，给国民党机会，给马文君机会。韩国瑜更直接站在马文君身旁，不时交头接耳。蓝营党内大咖齐聚，全面严防民进党发动潜舰泄密的一波波攻势。马文君最近被民进党的目标了。一定要用选票来力挺马文君。马文君啊，今天我本来从厨房啊带了一个锅送给他，叫做全台湾背黑锅最大的立法委。各位乡亲，这次我们一定要做马文君的后盾，变成南投县的超级马力，好不好？联手反击民进党，一到选举就铺天盖地抹黑。身为前后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、侯友宜，心有戚戚焉。2020年我选总统，冒出一个26岁在澳大利亚、澳洲一个王立强，说他拿了几千万来台湾帮助韩国瑜，韩国瑜选上之后要出卖台湾，王立强就是猪八戒，选完了一个屁也没有了。问题选举选完了，幼儿园的喂药案，把他恐怕变成喂毒案，啊，这么多代志啊，他还给我一个公道，连道歉都没有，这就是民进党抹黑造谣最厉害的地方。侯韩珠齐聚南投，全力弥补马文君破口，就怕立委选情如骨牌效应般一面倾倒。进行我谢谢陈胜义。